相机呢？有没有相机功能？相机呢？我靠，好建模这么精致啊，兄弟！兄弟，建模好精致啊，兄弟们，我的妈！你看，这太懂了，我靠！我的妈！你看，模特一般的腿。喂，好吓人啊！他这个脸出来的时候吓我一跳，他这个眼神，好吓人，就发现了偷窥的人的眼神那种感觉啊！你不来吗？对不起，对不起，你将各位的。质感好强啊！听说米游的这个丝袜技术是申请了专利的，观察建模。是作为一个测试者的啊，最应有的本分，知道吧？观察一个建模的好坏。这姐姐好像也不怎么色，服装看起来。人呢？那建模做的怎么样呢？感觉没有刚刚的色。眼神也挺温柔。哎，这个上面坐着的是什么东西？你看他的头顶啊，是秃的，看到没有？走过路过被人摸一下，走过路过被人摸一下，被摸久了就会变成这种感觉，有没有？被盘秃了，包浆了，就这种感觉。这好可爱啊！这什么宝贝？它能干嘛？扑上去咬紧卡夫卡不放吗？是也不是，这是工造司法生我胡足无感而开发出的谛听，敏锐程度更深。无论脚印还是气味，只要锁定特征，它就能嗅探出目标留下的痕迹，一路追查到。无论脚印还是气味，只要能找到，那你能舔卡夫卡的脚吗？够了，就算它躲藏的再隐秘，也逃不过谛听的追踪。不过闻卡夫卡的脚味前得先调试一下这个小玩意儿，让它熟悉。便宜又好用的手柄推荐吗？首先把它设置成能嗅探某人留下的气味。不妨这么小一个，利用迪厅追踪，快去亮晶晶的痕迹把婷婷小姐找出来，对吧？快冲！真是的，这么紧要的关头还和咱们玩起捉迷藏来了。啊！你不是只狮子吗？你怎么狗叫啊？利用谛听追踪行停云所留下的踪迹，不用谛听我都能闻出来，让我闻闻啊停云的脚味，我他妈直接闻啊！天动万象，好像你的前男友，你是男的。Yeah.